你调球我来帮，欢迎收看大山粉丝帮第48期视频。收到粉丝艾特大山，这次将揭秘纸灯打锡之谜。近日有玩家发现了一个神奇的操作，听说可以纸灯打锡，难道这是传说中的声东击西的打法吗？很多玩家说他的子弹会拐弯，今天的我们将要证实一下这种操作是否存在。来到训练营，我们需要找到一辆小吉普，然后把小眼睛移到后面，记住不要松手，紧接着打开第一人称点击上车，然后再打开第三人称点击下车，你就会发现你的准星跑到了后面。这时你点击开枪，就会发现它竟往后发射。大家仔细看那辆车，哦，的确是个神奇的操作。如果你往前，它就会往后；你往左，它往右；你往右，它往左。那么更多的疑问来了，如果前方有敌人，它能不能往前打呀？答案是可以的，我们需要开镜才行哦。如果在实战中，队友视角的我是往前还是往后呢？带着疑问的我邀请我的队友来到游戏中，按照老方法，先找到一辆小吉普，然后把小眼睛移到后面，打开第一人称点击上车，再打开第三人称下车，完成操作。我们先打前方，把这辆车击爆。来看一下队友视角的我是什么样的。然后再开镜打后方，来看一下队友的视角。果然这是一个很神奇的操作，但在这些过程中我发现了很多问题。第一，它并不会指哪打哪；第二，在实战中毫无价值，那么我们就称它为废柴教学。说的好处啊，就是可以在队友面前装叉，自我感觉还是可以的。我是大山，咱们下期见。